些名字花里胡哨嘞，你们名字高了，我老婆认得到你们吗？你们莫要改名字啦，认不到你了。叔叔，然后再给我自我介绍一下。你觉得觉得你觉得啦？
现在不能驾驶了。
床上，要么早点来，要么晚点来，我就剪完了。现在不要跟我皮皮赖赖，够睡的。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，又看不掉我的样子。他们不得心，哎呀，还等到你来，等到你来喝洗脚水嗦。今天的洗脚水好不好喝嘛？不好喝，给你现场来个热乎乎的，给你姐。没得味道，是脚的味道。我就应该长一张香港脚，长一个香港脚，然后再让你舔。这烤白，哎，真变态。Thank you.
像不像撕下来的一层胶皮？下三个高，抱着那个蛋蛋，只留一个。
下班了，你这儿送，你走起老。晚上给你写，我要跑了。你那儿送。你上次意思你那儿送，我要刚要说下播了，我不得行，我要跑了，我晚上再给你写，晚上再写嘛，不着急写，反正我晚上还要播来的嘛，嘎，要得播，现在那个。麦还没有插起，还要插麦那些，特别麻烦，你晓得不嘛？我给你放游戏的。